angel.我又不亏，你戳嘛，你戳嘛，谁亏？你亏啊？我操，有疯狗，家人们，有疯狗，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一级奥运？嘿嘿，很想戳我，这人好着急。A 快了，我的猫绝育了吗？早绝了。操！我车没了，没事，他马上死。哇操！他刚刚这步挡，这步挡也不闪啊！马上死了哟！说了马上死了哟，听不懂。女校长，是，大姐姐，而且还是穿黑丝。把这波线推了回家，锯齿短臂，游戏结束。走喽！队友开始激情互动，怎么就骂起来了呢？怎么就骂起来了呢？我没买到药吗？再 A 你一下，好疼哦！来戳我，真敢戳！这样用技能的，你死的好蠢。太痛，焦闪。我要不掉点血，让他再抓我一次。啊，不是，炸上来再拼一次。我触发坚硬不倒，来断条线。这剑姬玩的太垃圾了。你又要死喽！肯定是不会回血，哎，还是死。应该先挂个 W， 挂个 W 多回点血，没关系，反正他是可以。你看现在很多鳄鱼都地震出贪欲是吗？那你要看他怎么打呀？
有的时候会很容易玩翻车的。但我发现现在低着头玩会好一点，是不是经常抬头玩，好像低头玩会好一点。哎，但低头玩，那头发会掉下来，好烦啊！啊，就用护发素，这头发太丝滑了，我操！护发素，这滑到我操，这卡不住了。我要去买一个那个叫发什么来着？哎，那个把那个头发往后就是拢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发箍，这叫发箍吗？叫金箍咒。无偿加班拖欠工资，无偿加班拖欠工资，念金子了啊！晚歌应该唱我的名字。我黑眼圈重吗？还好，我黑眼圈重是因为我前面没有灯光，然后会有那个阴影，我的眼眶比较深，就我眼眶附近没什么肉。都打得找不到他们，感觉不用走。发箍叫发箍，叫橡皮筋，应该不叫发夹吧？发夹是很小的一个，他 Q 断了 ，Q 断了，那你没位移，我就随便弄。叫窝杆，没血 Q 的，挑战我吧，凡人！直接约就行。小剑姬。带一个点火，他好难受啊，看得出来。猫猫怎么进来激你？太没对了，你也是小黑子是吧？哎，不是，你也是，你是小黑子是吧？我可不是小黑子。走喽，走喽。多兰顿可以不用药了，把它卖了换把长剑。多兰顿对剑魔来说，那80点血要不要跟没有一样？剑魔好打波比吗？挺不好打，非常不好打。哎，怎么我的风扇一直在转呢？卡卡的。我这台电脑不是要报废了吧？刚刚声音卡卡的，把显卡转起来，是不是卡了？好卡，是的。画面卡了吗？等下这把打完，我要重启一下电脑。画面应该还好了，应该是播放器的问题，那应该好了。刚刚我 FPS 都掉了好多。
你找死。这里失误了。你的死亡是我的歌声。真找死啊！这人吧，这敢来踹我？什么时候星虫？什么时候咳血？打日文可以咳血，但我建议打日文出黑切吧。日文跟诺手，我发现打日文诺手出黑切也可以，只是你黑切出来之前伤害不怎么高。镇定。啊！别搞，别搞，别分我东西。最主要是出黑切，现在的黑切是一定要出，早出晚出都差不多。Q 三段没打到。我可以自己。居然卡就打了我一下。先冰刀还是先黑切啊？看情况点，大部分时候先黑切。我不建议剑魔出贪欲啊，出那个贪欲你不如出直接出穿透，你出穿透伤害会高得多。压了四，感觉星虫伤害高没出过可惜。我主要出 TP 出习惯的，而且我买 CD 先买习惯的。这就死定了呀！第一剑出贪欲，哎，有蓝 buff， 等一下，有蓝 buff， 太好了。我坚毅不倒呀，我有星虫的护盾的。就我坚毅不倒，星虫不是有个百分比吗？我坚毅不倒也会提升他那个百分比的伤害，能懂不？然后提升了伤害，也变相的提升了我的吸血。就这是一个公式，能明白吗？就你坚毅不倒，是你造成的所有伤害都会提升。那你星虫打的伤害也会被提升。嗯？干嘛？差不多。啊！完了！我操！我炸壶 A 了一下，哎呦，火男好像要死了，还死不掉，烧死！啊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过去 A 一下的，结果刚好他 W 结束了，就是 A 了他一下，舒服呀！要不要买冰刀呢？感觉买一个也可以，买一个不太需要黑钱的铺掉，主要我可以把差不多也能买出来。继续上，要来喽！我操，能不能来把五杀呀？来一波五杀！我痛恨血。
600。这剑姬是不是挂机？他不过来。闪现的人嘛。你还在这跳，让你跳，喜欢跳是吧？啊？那也跳，那喜欢跳，这 Q 砸死你！我操，喜欢跳，我本来不想杀他的，喜欢跳，喜欢带点火，喜欢跳，队友死了还在跳。应该好像不玩了。哇！可惜被挡了一手，不过还是可以的，就又回去就好。你们这些英雄打不死我的，救我！星虫救我！星虫救不了我。我只要被 W 抽到，不被 W 抽到感觉还有一线生机，不被 W 抽到我回头能放个 W 再捅个被动应该还可以，只要被抽掉了那个攻速我捅不出来。新版本出贪欲蝶吸血怎么样？没用啊，那东西卖3400啊，你算一下，你3400你可以买一双鞋加一个青虫，或者是一双鞋加一个黑切，不香吗？贪欲他没用啊，他叠满了，他叠满了，你不叠满他出来也就是百，也就是65，伤害也就还好，不怎么高，真的很机智啊。他主要叠满了也就全能吸血跟那个攻击力，他是固定面板那种固定值，他没有提穿透，而且他还有 AOE 建模不全的点 AOE。现在他妈变态伤害那么高。为什么以前我出铁亚马特是因为以前的装备建模出的都没什么太强势的，现在他强的装备多的，有冰刀了就还好了，不然其他太机智了。他妈你这个寒冰，出来打我！剑姬去哪了？不能把我踢回去！哦 ，nice， 还行，23、23失误。拿下兄弟们，还好还好还好。